那这位潮牌的又跟美国市政府增加收入了。这几位小哥呢，正在推销旅游产品，秋季看枫叶。我们都会有时分享这个微信群那度，因为又要点赞，用微信扫一下哈。That is three for ten for any watch。这位老外呢，在缅甸卖手表，$10三个，哇，真的好便宜哦。That's really good price. Yeah. I can't believe it. Oh, the digital watch? Yes. I don't mind the digital idea. That's time they take in stopwatch. Oh. How about this one? The same price? Yes. Oh my god.不知道谁的家当放在路中央，这位大哥呢，生意做大了。他们有人，没有人就叫我，有人他们不叫我。大哥，你做推拿怎么收费啊？啊？怎么收费啊？一个小时30块。哦。你每天都在这里吗？你每天都在这里吗？我就住在后边红楼，到我家来按了。哦，你为什么今天到这里了？对，这些天气过两天冷，我也在屋里边。更多的是在屋里边啊，在外边按的人不多。哦。都一样收费的。哦，师傅，你还会针灸啊？现在主要是指压，就是手指压。哦，没有针灸八罐。那个最实惠。基本上下午过后摆摊就会出来了，他们非常了解情况。一会儿他就便宜了，不会买东西啊。高点那个我说要5块钱的，这个我就买了5块钱。哎，好，听到了。5块钱 yeah。 哦，快到了，太有意思了，快到了。I say no complete, don't have tablespoon, no knife. 他说你只有叉没有刀。哦，那就别敲了嘛。Yeah, that's good. 敲了，他敲了半天。Round two, don't have complete. 多死一局嘛，是吧？ That's okay. 那你敲干嘛呀？有刀，都有叉。他你通通拿出来嘛，给他三个叉两个刀他就要了呀。我不给他了，我一个这不锈钢的，人家说一个才1块钱，而且是很结实的，跟那个都不一样。一般的也是他人家让我卖2块，我给他1块钱，他还这个比较厚的，看起来这个很结实的，对，很结实，处理过的，这个很好的，重做的，对呀，这个不你看你掰都掰不动，他们那卖的很多都像铁皮似的，一握就完了。不是啊，要不那台湾老头说你卖了1块钱，你卖2块钱，他都不愿意了。他不识货。啊，好嘞，待会他就倒回来了。卖咸鸭蛋的阿姨下午过后肯定在这里摆卖。OK， 买几串烧烤。那么卖点鸡胸。这一家不知道好不好味道。看看价钱，基本上1.5块一串。你又出去芭比橋，可唔可以同你買嗰個一 pack 一 pack 咁啊？再換油。哦。哇，好靚喎！我話 YouTube 會唔會同你放上喎 ？Thank you。啊 ？Thank you。同你推薦下啦。多謝。Thank you 啊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非常之好味啊！
好嘅。嗯。呢个香肠。台湾香肠。台湾香肠。我烧到好黏喎，呢个。系咯。烧到好黏。呢个梗系好黏，呢个多少酥。但都 OK 啊，辣辣地啊。呢个香肠都嘅，香肠非常之黏。记起嚟鸡好抵喎。鸡好大串啊！啊，嗯，太好了，自己在这里，老师傅，王姐姐，这家的汽油啊，我看全纽约最贵了，都快冲上天了。最近呢，美国疫情好转了，你看商场里，哇，琳琅满目啊，准备隆重出发。